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萌霸剧妹，你们的绝地小天使。全新生存赛季八已经开始，这次我们带来超多全新内容，令人期待的热带小岛 Sanhok 全面翻新重置。在过去两年间 ，Sanhok 提供生存者们紧凑又刺激的大逃杀快感。随着时间推进，开始增加一些有趣元素的时候了。包含遗迹、山洞等知名景点。Sanhok 整张地图的视觉、平衡与效能都完全重置，许多生存者们熟悉的地点也重新设计，让原本的特色更加鲜明，并且改善了许多缺陷。记得查看更新项目 8.1 报告来获得更多资讯哟。现在起，就算走在 Sanhok 一般道路上，也有机会获得超强火力。全新推出的物资卡车会在地图中从特定的车库出发，并且在摧毁前与随机道路上穿梭。如果你能穿透它厚重的装甲，将可获得丰厚的物资补给。而最终摧毁物资卡车的奖赏，更是能让直接肥到出油啦。物资包含三级装备，附上全配件的基本枪支，甚至有机会获得暗藏 Sanhok 背后故事的特殊造型枪支哦。物资卡车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被摧毁的，所以请随时准备好，等待机会来临。为了让大家更容易阻止物资卡车，铁拳火箭筒现在也会出现在 Sanhok 地图上或者是空投箱内。岛上物资的生成率也获得了更新，甚至在地图上新 Airfield 停机坪地点中还能找到一台花香机。改良的汽油桶更新在这次确定登场绝地战场，除了原先预定更新爆炸、倒油与点燃机制之外，我们也更新了汽油桶倒油的视觉，让整体更有真实感。你的邪恶小计划现在可以开始实现，尽情销毁吧。随着地图更新，全新生存通行证写在写长也上线了，在探索未知天堂背后的故事，同时解锁帅到爆表的全新造型吧。与往常一样，完成任务来获得经验值，升级你的通行证。在全新生存赛季八，只要有玩游戏就可以获得更多经验值。最新的竞技赛季也即将随着更新的上线展开，完成排位赛来决定你的竞技赛季八初始排位。这个赛季我们也将比 Candy 加入了竞技配对的地图时，让生存者们在更多不同的环境下作战，并设法提升积分。再次提醒大家，记得到官方粉丝专页或者是 PUBG.com 查看完整的更新项目 8.1 改版资讯。全新赛季正要开始，立即更新游戏，踏入秘境探险，挑战绝地战场。下次见，拜！各位生存者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所有热爱绝地求生的朋友们，才不会错过霸剧妹带来的最新消息哦。